1872メートル、標高差330メートルをおよそ10分で運行いたしており、地蔵山頂駅にはレストラン山頂がございます。ご休憩、お食事にご利用ください。また駅からおよそ80メートルのところには高さ2メートル36センチの蔵王地蔵尊があります。初願成就、災難除けとして1775年に建立されました。どうぞご参拝ください。本日は蔵王ロープウェイ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要不要拍一张缆车啊？现在没有人，趁现在没有人。拍一张缆车啊，我一直每次都想拍这个，然后都没拍。好，我好了。好，动劳不行，阿北在这边上班也很辛苦。要拍就拍全部，我来拍广角。广角，我是拍到外面，就整个站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也可以啊，我也可以。在那边叫叫叫呼，那我就来拍。可能我比较不好，我也还好。看其他人现在是排在那的，因为他九点十分才会开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滑一趟，真的都没问题。你反正已经雾了，你上山到多高高度就雾了，而且还没那么冷呢、欸。我很舒服，我穿很多，我很舒服。你距离我不像距离啊。他会觉得你很可怕，走路会打滑呀。要不看我不要看。你不要这样拖你的站吧。对，所以就上了。对啊，可以坐就上了。不管他误不误手，我们没关系。好像可以进去耶。
厕所吗？上厕所吗？你要上吗？点一点点响，只有一点点，那你就都去上去了。走，既然如此。要不还是我在想，我们今天要不要等树冰的那个，它的下半部是绿线，可能要想开一下这个。就故意跑树冰园绿线，那这样子又会回到下面中间那个站，刚刚那一站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上午就故意花个两回，哎，要是两回上来，要是两回上来看，发现它还是不会变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滑，这样，要不要？好啊，小心走。已经接近是要可以往下，但是我已经，但我的脚还不太行。哦。